无分处和焊接，你的本领完全可以化为经济技师之外的报复，看你自己是愿意做一个被保护的逃兵，还是想做一个孤军奋战的勇士。分子的屠杀暴行令人发指。查他的真实身份，查他的背景。你到底是哪边的？你希望我是哪边的？我到现在都不相信大哥会去做汉奸。再给我点时间，我就可以把我党身的皮扒下来。他们要用我，背叛我，甚至要伤害我。你可千万不要走你大哥的路。他觉得我会出卖他吗？如果他是他，为什么不出卖他？一公用劫匪之名滥杀无辜，汪处长这种做法实无前例。这是我从明台手指上一根一根拔下来的，十个手指甲，您数数。不知道明楼是我大哥吗？他要是不相信我，他为什么要逼我？他怕我靠命吗？快点，他们在这儿。鬼就是鬼。原来你才是那个最想置我于死地的人。周一20点现役。